大鼻乡西镇村是县内社区营造做了上好的砖头之一。上好人学乐的，就是因将一间做草小矮的荒废老厝，重新改造成为童玩手作工坊。内底除了会当予游客体验 DIY， 还有精彩壁画。最近县府就拍一支社区宣传影片，当中有不少画面就是前往西镇村取景。大鼻乡西镇村的社区营造一直行在婚礼的头前，最近将一间藏在爬远的老厝重新整理，然后进行彩绘，即马已经成为了游客一当做体验的童玩工坊。较早吼，农业社会啊吼，伊咧做咸草，咧做草席啊，啊做草席啊吼，一间做垃圾的啦，伊一过风期拢无整理吼，啊，即马人要叫啊，拢唔敢叫啊，啊，所以咱政府重视吼，咱社区吼，所以水保局吼。啊！伊做啊老夫的改建吼，啊做啊来向咱用起来吼，啊做啊用起来做啊一寡吼，咱来人来来参观哦，看个地，大家拢真欢喜，起来加真清气上安尼。最近官府拍一支社区的宣传影片，内面有不少画面是伫个西镇村出镜，为这当看出西镇社区营造是受到大家肯定。新创意让社区更有想象力。社区理事长董文清表示，真侪老厝拢无人住，相当可惜。亲像这间万国商店，早期伫个地方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建筑，不过实际拢住伫个外面，即马嘛成为了社区的营造点。厝拢无人住，啊，无人住吼，咱社区吼，啊是去经吼，请下人游览车来，啊，所以吼一半点啊吼，啊，水保局咧讲，咱主要讲啊好，啊无来甲做起来，所以阮遐义工吼，大家，阮要开会进前吼。要做进前，拢先开会讨论，讲要做安怎吼，啊，再来做。所以伊个安尼起来，含地主来配合做起来吼，效果走快出来，开少钱阁好看。吼，啊，所以伊迄个咱做起来吼，啊，咱来参观呢，啊，咱社区吼，人家看看吼，啊，要完啊，清气啦，要嫌机会看少啊哩。理事长董文庆的后生是一名多位设计师，当地有真多彩绘拢是来自于后生的双手，尤其同湾工坊这道造浪壁画相当神奇，来参观的朋友一定爱来了解伊神奇的所在。记者李明干采访报道。